天去他朋友家打牌，就没绑定没改过来。啊，那个乘客提前告诉司机不要打，我不当接不到啊，不会让我爸吵死。因为凌晨两三点了，司机最后还是打，打了好几通电话，就吵到了。被赶下车以后，死者也愤怒，他就把那个绿茶瓶子往后箱的位置上甩。那正常人下车肯定是查看情况，有没有掉漆，直接掉头朝着死者撞上去，直接掉头冲过来，把死者撞了，直接怼到墙上。女朋友现在情况就是脚撞伤了，死者就靠到了墙上，然后就掉漆，这个倒车，再给你一下。我们目前看到监控是3次，女朋友说不知道撞了多少次，当场没死亡，司机没走，他下车，他报警报车祸。